才想说是不是要全部问一下他还好吧，就他已经传给我说身体没事吧，有事情。他也是还蛮有心的耶。我就会说今天去拜拜那个太岁啊。你有碰到太岁年吗？有，属猪啊，今年都还没过完农历年你就开始。对啊，就刚好啦，就是整个就是，那所以我也衰，他也是属猪，他也属猪，哇！就说你们两个是怎样，两个生日差十天，然后也都住高雄。哇！对他女朋友，他女朋友也蛮。